ご覧の番組はシアオシー自動車からお送りします。カイ車に食い縫い。サイシェカギ館。マーシーの。大家完整一点齁。为什么非洲不能有药店？因为不能空腹吃药。好不好？那这个今天带大家去新竹，我们今天很慎重在这边开场，开场就要来一个地狱梗的笑话，因为每次都拍电梯嘛，再来点不一样的，要不然最近的订阅数越来越少了。这个木村拓哉丛林馆为了剪头发去买墨镜，我现在看不到路。哦，要虚伪就拍，有错出吧？你有看过那个日本一个叫拉菲尔的吗？白面具的吗？对啊，他开头不是说要说一个冷笑话吗？所以你以后都要这样，那你去看，可以啊。干娘，那你要开始收集冷笑话给我，要不然我怎么受得了？木村拓哉演技是雷捧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年代比较流行的啊，哦，丢碰打火机啊，还有笔啊，那就是老灰啊。那时候要开机架，哦，挂雷棒，哦，然后那个打火机要用丢碰的。下雨，嘿，搞屁啊！我还以为新竹会好天气，还不够往南到台中搞不好就好了，对不对？不过这样也好啊，最近缺水哦。对，这个要呼吁一下，最近就是大家就尽量不要洗车，省水嘛。好，哦，要不然就是那个滴到鸟大便擦一擦就好了。这个有水当思无水之苦，好多买一些酒回来喝，水就留给那些不能喝酒的小朋友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最近有看到这个，好不好？那走，我们去跟客人会合。是不是觉得有点怀疑，对不对？跟你想象的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错，奇怪，你要剪头发啦。可恶，我没有看到招牌的那个，没有看到招牌的头发。哦，剪掉了。那给你看。好啊。哦，刚好这边可以挡住，太好了。我还在担心说下雨不知道怎么办。那有这个行照可以借我看一下吗？好，那就借我看一下啦。戴墨镜不会全部都黑的吗？ You got it。 我想我刚才在犹豫说要不要换眼镜，好像有点看不太清楚。还是要继续装逼下去。你要找那个前面盖子吗？对啊，不是，因为我戴个墨镜里面都黑的。再装逼下去不行，不装逼也不装，我还认真看一下。哎，他妈也好几十万的东西，不要开玩笑。哎，阿戴裤子好六万五，然后2015年的。哎呀，那你知道是什么车吗？奥贝格。哦，好险你有在啊！妈的，我以为你又不在了。我们那台的下一代。啊，速八路的嘛。它，啊，这个那时候是2500的，哎 ，IS 的，先 I 嘛，然后再 IS， 现在要130几万。哎，你说你换什么车？X3 哦。开X3养小三，你不知道吗？哎，欸，这个我一红光老婆打好针了，你不要乱讲。该不会买白的吧？对。哦，你看，这跟被拍到那台一样啊。哇，轮胎你都没换过呢吼，两个。这不是原厂的，这米其林。啊，为什么？那你新车就换了，哦？新车跑到四万才换的，啊，新车是破一回。哎，欸，可是它这个胎是16的呢，你车是15的呢。哦，就买旧胎不要这样。真的假的啦？这不是原厂胎，因为前面16，后面17，然后我就想说，哎，那就差不多，你新车没换过，没关系。然后你都在原厂保养，有一部分在外厂，在那个，所以一半一半吗？大概一次隔一次吗？还是说看心情呢？因为斯巴鲁原厂的保护都跟没有一样，所以我们那一挂车有就是我你，因为这句话我可能需要帮你打马赛克哦。也不是有跟没有一样，只是这个东洋宾士的这个价格，所以我说东洋宾士指的是它的品质还是价格？它品质真的不错，我到现在没修过东西。所以就是维修的价格，应该是，因为品质不错啊，但是只能维修的价格 是。在这个地方听到那种铁路过去的声音，有一种来到日本的感觉。日本就常常那种地方都会听到桥下什么像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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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个听到有一种格外的亲切感。基本上一些有没有都是在 Tiki 楼附近， you know， 那灯泡包为什么都是红光，发出红微弱的红光，那一种都是在铁路附近，你有没有发现？你真的不知道啊？那干嘛你装，对不对？我下次我带你去基隆看看。我知道在哪，啊，基隆就在我们旁边而已，我可以报给你，没关系，好不好？外观也没什么伤，怎么办？
那我直接去问他卖多少钱了，好不好？是直接处理了，换叉三了，对不对？哎，我没戴眼镜怪怪的，自己都看到荧幕，我自己看都觉得，妈的，戳戳是谁？他这个太太是谁？那个丑八怪，丑八怪，丑八怪。好了，看完了，就只有轮子年份久一点而已啊，其实他顾得很好，你知道停车库对不对？我跟你讲，听我这样讲，不是也要说是，其实是昨天才洗干净的，没有，本来都停在树下，不会啦，那看起来好像是有车位的感觉。现在重点就是你要卖多少，因为我们的节目名称就是你要卖多少。下次有一个是你要去哪里，有没有？就去高铁站，你要去哪里？我要去屏东啊，就跟着去屏东，有没有？好，然后再下一次就是那个躲在那个厢型车里面，然后监看。有没有啊？叫女的去跟泰山搭讪，然后我们就在车上监听，然后就叫那个八号司令给那个女的嘛，跟泰山说：“我下面好吃这样。”然后泰山说：“什么好吃这样？有没有？就是要拍到那个他很紧张的那个样子。”好啦，那就给我一个价钱嘛，就你的论局内啊。对啊，论局内是多少？就给你自己那个，我这很随便。没什么值嘛。所以我跟你讲了，我已经知道他的套路了。反正他的意思就是525,000呐、啊，他这种走向就是这样，因为他先从 Maxima 嘛，对不对？那我先从 Minima 嘛，对不对？我们大家好都是成年人了，我们以后见面我们就直接自动衣服脱好，直接把澡洗好就好了。前面那些培养感情我们就忽略吧，啊，是不是这样吗？没快转到后面不太好。好了，都快转的啊，你们都没快转，直接拉到54321那个地方，直接拉到倒数十秒，泰山都还来不及拉到。那边就结束了。等一下，我还没拉到，啊靠！啊，拉错卫生纸。哎，每一集都表态在这样对吗？他人没来，啊，我们都在这样一直处理他。很可怜。没有，我跟你讲，这就是代表什么，你知道吗？这人好相处，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开他玩笑。这是最高级的那个，就先摧残他，以后再摸摸他的脸，好不好？泰山，你很好相处，有你的粉丝，大家都认识你，大家都关心你的野马。对，他们都不关心你的后庭，都只关心你的野马。你不知道他摧残了他后庭多少才换来这台野马，对不对？你都没有想过他后庭的感受。开野马出去可以摧残被摧残的。好了，哎，不要浪费时间了，快点，我们把这处理好。我给你了，就是换你出了啊，我出完一次。对啊，我说到最后就是我们的套路就是中间。对，我们前戏就拿忽略，我们就直接到中间。对，然后就付款交钱的那个阶段这样子。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快吧！我在讲话有回音哎，我砸人家。哎，不是那个很 C， 美国的吗？550，哎呀不要54，哎呀不要了52，哎呀呀呀，不然这样好了。没有，在喊的过程中，你还要特写我们的表情。哦，对，要很凝重。要不要演一次？好的，那个黄先，那请问这台车，请问您希望价格是多少钱？24。不是，我们这样一趟录下来，他弄了一个重。55这种数字，那我们高铁票都花了，两个人，我再跟他周旋一下好了，好吧？这个黄先，是，哦，很遗憾的，我必须告诉你，这个车我们可能只能出到51万。再降，好了，我们再降一点，你再加一点。51可能是我们的最大值，所以你们觉得这个价格是多少钱可以接受？你再加一点吧。每个人都一点一点，那一点是多少啊？好了，这样子好了，515,000呐、啊。你看515，那么再点一点了、啊，就53了、啊。不是53，我惨不行。好，所以我觉得是在我爱0000。哦，有没有？对，0000，这回去跟老婆才会好交代。哦，好不好？你觉得这个价格我们最后是可以成交的吗？不知道您意下如何？意下，有点臭，你这。好了，我们不要演了啦，好不好？我们最后就是525,000元成交，好不好？我们演了噼里啪啦这么大一套，不知道在冲山小朋友，他们都会担心我们片场不够，你看，所以这真的是这粉丝朋友们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先手续处理下去了。啊，不，我挂这一群，这样跟他抄西品呢。有请的姑娘，丑八怪，丑八怪。哦，那只尾灯跟你们一样哎、欸，一样哎，没有甩起来，没有，哇塞，大哥，
那边是。哎、欸，丢，看到前面那个牌子没有？弄了，看弄了，丢。刚才上班你在中山小，哎、欸，没有骗捡的，是不是？哎、欸，不是啊，你要玩赛车游戏，车也选好一点，你选这个挡光枪，看什么？那一看就跟外面那台停的那台消光那台一样烂啊！这那招人呀？哎、欸，很可以，谢谢。哇啊哎，上班时间选好这类高级电竞座椅，然后玩高级赛车游戏是怎样？这哪来的？这个要送你的，送我。这边还有一个，这边是我的、啊，我做的是不是？你解放啊，看你爽不爽？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啊我知道，似曾相识，似曾相识的感觉。你有没有曾经有一种心动的感觉啊？就是看到钱的感觉。你说好，你说好。我现在要讲什么？我看一下。台湾制造五年保固，蜂巢网布强化钢架，自载重擎养系统，角度可固定，3D 可调式腰靠，2D 可调式头枕，可调式滑动椅座，铝合金烤漆椅脚，大尺寸 PU 滑轮。安全四级气压棒，背部造型透气孔，内麂皮材质，精致刺绣，减碳从包装开始，可以，我可以制作了哦。哎、欸，这透气，哦，这样有没有？这样，它、啊、这个支撑性还不错。我想它这个还可以这样，你看它这个可以用高，有没有？我在家里哦，我如果在上网的时候，有时候会这样，啊，有时候是滑鼠手，所以这个高度很重要。四级气压棒嘛，弄高一点，啊，这个手刚好可以跨过去。有没有？哎、啊，牛肉烤好要撒盐的，是不是这样？刚好，而且它这个还蛮透气的，重点是这个轮子还蛮滑。哎、欸，不错啊，它这个可以调哦，你一断这样就卡住，倒不下去。你把这个棒子调松，那就可以下去。哦，调一针，好，比如说你要到这一段，就把它锁住。哎、欸，它就卡住了，跟汽车的那个很像。二三二五，这真的可以带回家吗？可以啊。好，那我走了哈、哦。火星犀牛电竞椅，赞，买一台，真的要买。哎、啊，不，买两台，买两台。走啦。好啦，搞定了。这个我觉得我现在我们应该有时候每次都在撑那个时间长度了。我决定要那个问一下车主说，你开这个车，你当初买这个新车嘛，然后你开这个六年来，你对它有什么觉得它有什么优点跟缺点？优点就是刚才提的妥善，因为它六年来我没出过保，就只有保养而已。就是保养而已。妥善你基本上可以稳定到你也不用回原厂就可以。外面其实蛮多厉害的。哎、欸，你有召回过什么东西吗？这批完全哦，这批是没有召回啊。它而且有一次那个什么软体更新，可是那也不是修东西，它就是什么 update 一些东西。可是其实你六万五里程不是很高，你上下班都有开吗？我其实买这台车。车的前一年两年有每天竹北新竹开，然后我搬回到新竹就没有开了，就只能假日露营的时候才会开到。所以你会做一些露营活动的？对啊，基本上后面就塞满东西了。然后上面呢？上面都架着脚踏车。你之前我有背汉堡，然后后来因为一直捡到后来汉堡不用背，就变只剩车架。然后车架我那时候我去请那个行照变更，你过户的时候看你要不要拆掉，反正我东西都给你了。所以它有变更嘛？我变更过。它有变更，我就一定要在啊。开这台车，你觉得它最大？缺点是什么？缺点呢，就税金比较重。但这哪算缺点？是你钱太少，不是他税金重。对对对。如果大台一点啊，因为它毕竟车长在四米八多了，车要换那个有小一点点。所以有时候这个不要嫌税金太重，我们要检讨自己，是我们不会赚，我们赚不够，我们要努力一点追上它的税金，这样。就只是因为它在市区变成是 2.5 了，还是比较耗油一点。那我坦白说，你坦白说，不是我坦白说，你最快开过几格？应该16格以内而已。16格还好啦，16格什么不敢讲的，一格五公里，16格也才80而已。对啊，我们的单位是一格五公里，公里一格一格五公里，我那个还 OK 啦，还可以，轻轻松松啊。对啊，上次我问一个跟我说23格的，那个可能就不能放了。好，那今天非常谢谢黄先生，他还我们约了很久，而且其实他车子还没到，他是提前的，他已经在路上了。没有，因为这个月真的比较。再来要缴所得税，然后要缴税金，很多车大量的涌出市场。跟你讲，我回去我准备我也要去借钱，最近车买太多了。真的啦，我没有在跟你开玩笑。可是你拍出来影片还没到很多新的，之前都排在前面啊。我跟你讲啊，影片拍很容易啊，你这些王八蛋剪不完。好啦，那我今天谢谢黄先，那我们这次的这个任务就成功了，好不好？下次拍你要去哪里？下次见，拜拜，拜拜。
被我们玩脏了，现在我把它洗一洗。好，试一下。哎、欸，阿、啊、啦，你怎啊？我搞了什么？我的鞋衣啊、欸！我被谁切啊？哦，我的鞋衣啊！你在后退啊？我怎么样是？啊，靠背啊！哎、欸，没有坏呢、欸，还是好的呢、欸。哎呦，都没坏的、欸。耐用呢、欸，你要不要再压一次？再压一次哦。哎呦，中间，让他过。哦，走。哎呦，哎、欸，是好的耶。你要不要上去跳一下？你敢当啊？我敢当。哎、欸，弹一下灌篮。短腰，哇、哦、哇，我灌了。好了呀。在車に食いに。再車鍵館。哈哈哈哈哈。别怪你，你别奇怪。别怪。